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南山绿，五戒要义下。尊敬的师父上人、清宫律师、副院长、诸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子、诸位在家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开集，继续恭敬报告《南山律五戒要义下》。四，探公问相。在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宗体篇》中，结摩书引善生经说，问遮难之后，若无遮难，应当对戒子说，如来所赐的五戒是非常稀有难得的，能够成为声闻菩萨戒的根本。善男子，戒有五种，从不杀生乃至于不饮酒，若受一条戒就称为一分优婆塞，能具足受持五条戒称为满分优婆塞，可随顺你的心意，衡量你的能力来受持。根据戒子享受几条戒，戒师就为他受几条戒。叶书解释说，为什么要问戒相呢？因为受持戒法以及奉行之要务，目的在于心存有始有终，不必要求戒子具足受持五条戒，以免导致戒子不能如法受持而有所毁犯。因此要观察戒子的心智与能力，他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愚昧之徒，要先衡量他的能力，以免导致徒劳无功，虚受戒法。前面所说的番邪三规，是众生二六十中想要受，就可以直接为他受。但是，五戒三规在受时，为何要鉴别列举能受或不能受呢？这是因为番邪三规是升起背离邪道之心，初发心的人难以超拔和发起此心，只要他忽然能背邪向善，就应当立即引导他皈依三宝，否则的话，他就又回落到他旧有的习气毛病了。受五戒则不是如此。纪元纪曰，为入道门，须减静气。五戒是成就三乘圣道的基础，为修学进入佛道的出门，所以必须减取清净的道气。纪元纪曰，五戒是圣道之基，有亏则三乘无脱，五戒是入于圣道的基础，故需减取能受不能受，才能进入圣道的大门。若是五体有亏欠，三乘圣果无所依托了，就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佛果。五，忏悔清净。结摩书引阿含等经云，于受前忏罪矣，然后受法。受戒前必须将以往的过失忏悔清净，
然后才纳受戒法。耶稣解释说，明行净纳法也，但无始无明是生死的根本。纪元纪曰，妄起不绝，谓之无始无明。这是众生业苦所依的地处，使众生流转在三界六道中不能出离。纪元纪说，以凡夫的心来修学佛道，造理则取舍未忘，行事则我人难拔。无论是在理性上，动妄念或成心事，还是在事相上，造恶或修善，于行事及修持中，只取好坏的境界，就会造罪业。顺应或乖违心意，就随顺自己放荡的心，升起嗔恚的烦恼，造作种种罪业。因此必须在受戒前行忏悔之法，使得身心清净，才堪可纳受清净的戒法。六，做法差别。第一支，临时开导。宣祖在行事钞中说，到了正式传授戒法时，届时应当广开彰显戒法的教义，使戒子发起领纳戒体真正的宗旨要务。戒师需详细选择重要的言语来激励感动戒子求戒的出发心，引导戒子开发心智，成为纳受戒法的根本。戒师应当说，善男子，身戒上善，广州法戒，当发上心，可得上法。今受此戒，为去泥环果，向三谢托门，成就三具戒，令正法久住等，此名上品心。行事钞。善男子，如来深妙的戒法是众善之首，周遍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。你要发起上品心或上品戒体，今日你来此受五戒，是为了去向正得大涅槃的圣果，去向三谢脱门，要发广大心，成就三具境界，能够发心受戒，成就自利利人，使得登登相传，佛种不断，正法久住，这就称之为上品心。其次，为开广戒子心怀的道理。行事钞说，由尘沙戒法注入身中，终不以报得身心而得容受，应发心作虚空气量身，方得受法界善法。我们现在所受的五戒，是如来在世所制定，通过传戒的仪式，感发获得尘沙般的法界妙善戒法，注入戒子的身心当中。每条戒都通于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，因此终不以报得身心能够容纳接受得了。戒子应当发起广大心，作虚空气量之身，将十方世界十法界善妙的戒法领纳于心，而成为戒体。因此要发起上品因重的心来纳受上品戒体。兹持记说，虚空是无边无际的，戒法也是无边无际的。观想自己的身量等于虚空，如此则能受的心与戒法才能相称。清宫和尚教导我们，受五戒时领纳戒体的观想方法如下。五戒三规，第一遍拜下去要观想对十法界有情无情的众生，是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
是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，是度一切众生，无益众生而不度者。在观想十法界微妙的界法，由我们心业力开始涌动起来。第二遍拜下去要观想，对十法界有情无情众生，是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是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，是度一切众生，无疑众生而不度者。在观想十法界微妙的界法，形成五彩功德祥云，永生虚空，如云如盖，盖在我们受者的头顶上。第三遍拜下去要观想，对于十法界有情无情众生，是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是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，是度一切众生，无疑众生而不度者。在观想我们身体好像虚空气量之身，尽虚空变法界微妙的界法，形成漏斗状，由我们的顶门注入身心，充满正报，纳受成为五界的界体。纪元纪说，揽取无边的圣法，蕴藏在我们有生死相待的凡夫身躯之中，五分法身的基础已经成就了，此乃修因。法、报、化三身佛的体性已经具足了，从此超出凡夫比会的生死之流，进入众圣解脱的宝位。第二支正纳界体，道宣律祖在行事抄中说明了传授五戒的做法。我某甲自称法名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尽行受为五戒优婆塞，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三说。清宫和尚说，受五戒时，戒师念一句，戒子念一句，要有次第。此三归发起誓愿之时，正是领纳戒体得戒体之处。因此这三说每一遍都要做观想。我某甲自称法名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尽行受为五戒优婆塞，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三劫。此三归劫是是明示戒体已有所依归，戒师嘱咐戒子切勿忘失和毁犯。如来至真等正觉是真正的三宝，是我们归头依靠的真正根本，此圣号是外道所无。资持记解释说，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佛也，如来是乘着真如实际的道法而来成就无上佛果之意，至真者体悟无邪也。至真是他能够体会觉悟宇宙万法的真理，而没有偏邪错误。等正觉者道同三世也，因此这才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伟大的圣人。第三支事相教戒，大智度论说，戒时应当说，汝优婆塞听，是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，为优婆塞说五戒法相。这是如来应供等正觉为优婆塞所说五戒的法相。多陀是如的意思，阿伽度是来的意思，多陀阿伽度即是如来，阿罗诃是应供的意思，三藐三佛陀是正等正觉的意思。在此举出佛的三种尊号，使戒子升起恭敬信仰的心。戒师接着问，尽行受不杀生是优婆塞戒能持否？戒子回答，能持。以下尽行受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逐条询问，并准上说。行事超接着说，
以上是在家人所受的五戒，你们要尽此身形受命，如法的受持，应当要好好的供养三宝，这是佛弟子修学佛道最重要的依归。劝化作诸功德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做到三轮体空。清宫和尚教导我们，止恶行善不可着相，乘信之功德才是成佛的根本。行事超说，年三月六常须持斋，八关斋戒，以此功德回向布施法界众生，将来果地上可成就无上佛道。年三是指每年的农历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称为三常斋月。此三月，地狱幽冥界的夜镜台轮流照着南瞻部洲，人们所造作的善业、恶业在夜镜台中完全显现出来。另一说，天王巡狩四天下，这三个月是对着南瞻部洲来巡视考察，所以要受持八关斋戒。又一说，这三个月是恶鬼得势力之时，所以众生要持戒修善。月六，农历一个月分为白月，初一至十五，共十五天；黑月，十六日至月底，月小十四天，月大十五天。白月是月光由少到圆满，表智德渐渐圆满；黑月则是表断德，烦恼渐少。大智度论说，初八是四天王的使者下来视察，十四日是天王太子下来视察，十五日是天王亲自下来巡狩，以观察众生所造的善恶业。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日也是如此。月六要受持八关斋戒，日中之后不可虚妄的吞淡饮食。月小时准布萨的法事可采用初一这一天。清宫和尚说，若是小月，亦可采取月底最后两天，二十八、二十九日。七，料检杂相。在料检杂相中列举了萨婆多宗与诚实宗在义理上的差别。一、对趣。叶枢引萨婆多论说，龙道的众生是畜生道的收摄，因为业障深重的缘故，对佛法无所开晓了知，故无受戒之法。虽然善生经中说猪龙亦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之法，但是只能够获得善心行善事的功德，不能够得戒体。二、见顿。萨婆多论说，五戒不具足满分则不得戒体，因此受戒时必须具足受五戒，顿受。诚实论说，随受一、二、三皆得律仪，随着受戒者受一、二、三条，都能够得到戒体，可见受。可分别从五位戒师分别受一条戒，如薄俱罗尊者受不杀生戒而活到160岁。由此可知，五戒分别来受，在义理上是用不着怀疑的。薄俱罗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是善容的意思，他的容貌威仪十分善好。尊者是婆罗门种印度国人，在毗婆尸佛的时代曾经是一位贫人，将自己仅有的一枚诃梨勒果供养给一位生病的比丘，比丘吃了之后病就好了。以此因缘，薄俱罗尊者感得91劫在天上人间受福快乐，今生生到婆罗门家，母亲过世得很早，后母很厌恶他，多次陷害他，都没有把他害死。后来他在佛陀会下剃度出家，证得阿罗汉的果位，尊者很长寿，
活到160岁都未曾生病，这是由于他以前曾经受持一条不杀生戒，且手持得非常好的缘故。三、严簇。耶稣引多杂二论说，五戒必须尽行受，时间不可短促。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，时间不可延长，这是佛所制定的，不可乖违。诚实论则是随日受乃至尽行，主张五戒八戒都可随受者的心意而随日受乃至尽行受，严簇任意皆得。四、具之。大智度论说，口四过只举出妄语一条，其他三条都收摄在其中。清宫和尚说，佛讲话最老实，佛最可贵的是讲真实语，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，因此先举不妄语来统摄其余三种。知愿一边说，有部律萨婆多论主张五戒八戒沙弥十戒敢发沙道淫妄四支，比丘戒才敢发身口七支，诚实论主张七众戒法是身口七支都禁止，受五戒是七支俱发。五、自是。耶稣说，四分律的律文及大智度论听许五戒八关斋戒可以自是受，但萨婆多论、俱舍论主张要从出家五众受戒，以上这两种情形都可以，在没有师长的情况下开许自是受，有戒师则不许。在四分律典中说，世尊，我今皈依佛法僧，尽行不杀乃至不饮酒，此是自是受的证据，八戒开许，五戒也应当可以。清宫和尚解释说，要观察众生的机宜，作为进退与否的依据，从义理上来说，不是绝不可自是受的，这是接引俗人学佛的教化，必须随顺时机而有所抉择。六、重受。萨婆多论主张五戒不可重受，因五戒是尽行受，只有一次受戒的机会，戒体不重发，所以不便重受。诚实论和四分律则开许五戒可以重受，任时长短随受随增，受持的时间无有限制，重新受戒，戒体可以增上。在本部律中，茉莉夫人曾第二、第三次重受五戒，就是其证明。清宫和尚说法，语词铿锵有力，声如洪钟。恩师上敬下空，老法师每每亲临讲席，率众认真聆听，慈悲现身说法，做影响众。课程结束时，清宫和尚总是说，恭请空宫老恩师慈悲指正，并向老法师恭敬行礼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惭愧弟子恭敬聆听清宫和尚宣讲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，并应诸位仁者之辞请，将听课笔记恭敬整理成文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、清宫和尚、副院长、诸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子、诸位在家菩萨们慈悲惠语指正，无尽感恩。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是开己，顶礼敬诚。这一次学院举办戒律学习班的活动啊，难得清宫老和尚啊亲临指教啊，几位法师的
发心啊，六神门的发心，让澳大利亚的图文巴这个地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啊，能够真正学习到戒律啊，不管能不能吃，阿赖耶识里头落下这个善根，是非常可惜、可贵的啊！戒律重要，它是修行、出离六道轮回、出离十法界的根本。啊，怎么样得戒体？关键在出离心。如果没有出离心，念念还贪图名闻利养，啊，学佛出家也不例外。啊，这自古以来都有。现在的环境呢，尤其是常见的，不是少见的。啊，出家人不贪财吗？出家人不好色吗？出家人没有贪图名闻利养吗？佛法为什么摔到这个样子？我们要知道啊！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们没有把出家了看作了生死的一桩大事，把生死这桩大事忘掉了。啊，世缘看得很重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障难。啊，上一辈的老和尚大德们啊，提醒我们啊，虽然提醒了，习气烦恼太重，他还是在作祟，外面诱惑的力量比过去比佛陀在世增长一万倍都不止啊！这个时代到今天太可怕了啊！确确实实，我们细心就观察，佛门衰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再看整个社会都是滑坡，都往下摔啊。啊，只有科学技术，这是突飞猛进，有没有好处？没有好处。啊，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核武，带给我们的生化，啊，这个东西确实能够毁灭全世界。啊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，佛门这些大德。有智慧不是没有智慧，能不能发明这个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做？这些东西有害而无实力啊，所以中国人不向科学技术这个方向去发展啊，总是希望的是伦理道德了世世代代扎根啊，可是在中国200年前，西方文化冲击了中国，满清政府太平盛世过了100年，人沉醉于
太平盛世，所以遇到外国的来侵略，不堪一击，啊，变成丧权辱国，让中国所有的读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严重的怀疑。有许多人出来的时候，把传统文化全部抛弃，啊，吸取西方的文明，啊，我们把信心失掉了。那么今天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，大家看到了，啊，特别是汤恩比博士看得非常清楚，啊，这个发展怎么样？科学家给我们提出警告，继续不断地发展的话，没有伦理道德，这个地球上人类居住不会超过50年。这50年之后，这地球啊，人不能居住了。我们相信，为什么？看到染污就知道了。啊，现在已经到饮食染污了，水染污了。将来很可能空气染污了，人不能呼吸，你怎么能活得下去？啊，极少数的人，这个人是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觉悟了，遇到佛法能信，能理解，愿意依教奉行。啊，依教奉行得不得力，就看你能不能放下。啊，所以佛教众生修行正果，啊，首先放下什么？身见、边界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这个五大类的烦恼。是佛把他摆在第一，真放下了，你就是真佛弟子，真虚陀洹果。那在大乘法里面是实性里面初性位的菩萨，地位虽然很低，他是圣人，小小圣。啊，得这个果位，佛告诉我们，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天上人间七番生死，你能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初果断88品见惑，记住头一个是身见呢。啊，因为有这个身见呢，才有名闻利养啊，才有七情五欲啊。啊，真正晓得身不是我，身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彻底明了，你才能真放下。啊，这就真正入门。这个东西没放下，我们在门外。没有进门，这是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戒律略重，是佛的身啊，佛的形象啊，佛的威严。禅是佛的心，没有阶级的，没有等差的。啊，确实，如古人所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啊，屠刀是什么？烦恼习气。啊，大乘教上佛告诉我们，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就成佛了，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
你本来不是佛，你怎么能称得了佛？啊，但是起心动念，我们凡夫做不到，他太危险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在哪里？就在现前，谁看见了？谁能够感受到了？啊，起心动念就是生灭法，就是阿赖耶。啊，它频率之高，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真有这个东西。啊，就是世尊所说的阿赖耶的三细相。那么科学家的终极目标，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他们啊主要的课题。这个现象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？心理现象是念头啊，能量的现象啊。佛家的名词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：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那么境界相这个谜题被他揭穿了。现代人，尤其知识分子，对佛法能不怀疑吗？啊，过去我们听是勉强相信，为什么？佛说的，祖师说的，啊，祖师是大彻大悟的人，不容许我们不相信。啊，虽然这么强调，依旧有疑惑，疑不断呢，那是大障碍啊！啊，物质现象。这个谜被揭穿了，有了科学证据，我们相信啊，对佛这个经上所说的决定没有丝毫怀疑了，我们深深相信，再过二三十年，转向这个谜也会被揭穿。佛在经上说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用第六意识可以圆道啊！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，用思想啊，思考啊，用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佛说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对外可以圆到宇宙的边际。其实宇宙是没有边际的。啊，遇到佛法了，这个缘分不可思议，太殊胜了，太幸运了，啊，应该要珍惜。啊，要破身见。啊，身见要珍惜自己的念头。念念跟自信相应，才能明心见性。念念跟善法相应，在六道里就是三善道的果报。念念与不善相应，是六道里面的三恶道。啊，戒律断恶修善呐、啊，方非断恶。啊，在世间讲，无与伦比的大善；在出世法讲，这根基。啊，学佛先做一个善人。啊，
起心动念，在中国圣贤也是了不起，不想自己，想众生，如何帮助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？这佛出世就这一个目的。佛为什么出现世界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那要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离究竟苦，轮回是究竟苦。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是离究竟苦。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。用什么方法？佛知道，苦从哪来？从迷惑来的。乐从哪来？觉悟就乐了，破迷开悟啊！用什么方法？就是戒定慧三学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是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到终极目标都是极乐世界。真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一段事情黄念祖老居士讲得非常透彻。你文殊普贤给我们做榜样啊！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是这一句佛号，往生净土而得到的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最后走到最后的时候，到一条路了。这一条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很难得了，碰上了，不是我们有能力有智慧去选择，不是我们碰巧碰上了，这得感谢老师，老师为我们介绍，介绍时有疑惑，通过这60多年学习不怀疑了，还有寿命，就决定了往生。为什么没有疑惑了？这是一生的大事因缘。不但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是一个境界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连慧能大师也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这句话的意思很长啊，万法是与全宇宙一切法，一切法的本体是自性。换句话说，一切法到最后都回归到本体，都回归到自性。所以我就相信，所有宗教修行它的方法，最后它能把它修行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个个能往生。他们升到天堂，升到天国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最后到那个地方，你会看到，你也在此地，他也在此地，我们都在此地，才知道一处啊。这个终极的一处是常寂光啊，净宗是常寂光土啊。华严讲的大光明藏。完全融成一体，
这究竟圆满啊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就像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跟我讲的，我跟他见面的那一年他100岁，那这日本第一个大德啊，他告诉我，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观音菩萨32亿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，应以基督身得度现基督身，应以阿訇身得度现阿訇身，讲得通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的心量要打开，全宇宙是一个化身，是一个自己。我们害人害自己，我们利人利自己，心量要打开啊！在所有一切法里头，大乘佛法讲得最清楚、最详细、最究竟。但是要放下，你才真正能体会到，就像戒一样，你不放下，你得不到解体。你只要把万缘放下，解体现成，解体什么？自信啊，是真体，不是假的啊。假的体是阿赖耶，真的体是自信，就真心。假的体是妄心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啊，真心没有念头，妄心有念头啊。学教、学禅、学律啊，老和尚也受过。断卧修善，不要把断卧修善放在心上，那就是真题啊。断卧念着我，我的我；修善还念着这个善，那是变成福报了啊。功德福德差别就在此地，相上完全相同，心上不一样啊。一个是清净心啊，一个是里面有妄想有杂念啊，不许可心中有杂念。所以一切法门里头，净土就殊胜啊，净土允许心里头有一句阿弥陀佛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杂念。海贤受持92年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所以归根结底，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，看破放下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相都是假象。念佛法也如是，金刚经上佛说的很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这个舍在我们这个时候来讲，舍是不能放在心上，就是不能分别，不能执着啊。起心动念是我们没办法断的，它太邪了啊。真像弥勒菩萨所说，一秒钟多少个生命，2100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就在眼前，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摸不住，六根对它都不起作用，它就在面前。什么时候看到的？八地菩萨就看到了。我们慢慢修，修到八地菩萨全看见了啊。所以佛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科学为我们做了证明。我们希望我们同学都能发真正菩提心，来帮助这个苦难众生
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走向存亡极绝的边缘，啊，汤恩比博士把这个救亡图存这一桩大事完全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，只有中国传统能救全世界，就他说的啊，咱们中文翻译的本子完全是汤恩比的念念所思的，未来属于中国。说得真好啊！啊，他讲的时候，拯救世界，孔孟学说，大乘佛法，这两样东西可以救全世界。啊，希望我们年轻同学要真正发现，真正努力。啊，我们再看第二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阿弥陀佛，今天罪障弟子义清报告的主题是感恩贤公和尚的慈悲示教，敬诚师父上人及诸位善知识。每当弟子展开来佛三圣永思集，就像是打开了一份考卷，所不同的是，这份考卷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，每一个答案都让人惊叹不已，敬佩不已，引发弟子的许多感触与反省。现在报告如下：一、圆满的孝德，孝敬是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。孔子在《孝经》中说，夫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佛在《观经》指出，三福为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同时三福的排列也表明修学的次第。而第一福首先提出孝亲尊师，由此可见孝道的重要性。师父上人一福墨宝开示，为佛弟子当行孝道，孝乃人之本心，若无孝行，他善虽多皆伪，必不成德，譬如草木失其根本也，若行孝道，修德亦成。孝道是如此重要，而罪障深重的弟子总是不能落实，看到贤公的孝顺真是惭愧万分。永思集中写道，贤公在二哥和弟弟去世后，把老母亲接到寺院里孝养。就在老母亲86岁那年，老人家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，贤公苦苦相劝，终难挽留，只好随母亲回家。老家连房子都没有，困难可想而知。而贤公不论多困难，一肩承担，随顺母亲回到老家，暂且住在生产队的几间茅屋里。没想到老母亲是自知时至，回家不久就自在往生了。之所以一定要回家，是为把自在往生的一幕表演给女儿、侄女，接引亲人念佛。而且贤公在母亲去世后，终其一生每年清明节10月初一不忘回老家祭祖，一如世尊当年父王去世时，只当来世人凶报，不报父母日养之恩，亲自担负王冠，为当来不孝父母之人做出孝亲的榜样。贤公用心也是如此。读到这里，为自己的不孝惭愧痛苦，弟子罪障深重，
襁褓丧母，累及年迈多病的祖母与伯伯抚养，未及成年，祖母病逝，近年伯伯也去世了，养育之深恩点滴未报，三位至亲魂事不知归于何处，自己虽然学佛，无惭无愧，不能发起婆罗门女之孝，迎科法师之勇，救度亲人离苦，而且对年逾古稀，为自己付出不知多少心血、汗水、泪水的老父亲，非但不能尽孝，还认为父亲不学佛，心疼自己疼不在地方，常常恼火，事后懊悔不已，事到临头又犯，出家修道却不能奉行师教，为持戒生烦恼，又犯下谤僧、谤戒、谤佛重罪，也曾一次次的发愿，结果根尘相对时彻底崩溃，依旧是烦恼起现行。是啊，对至亲父母不孝，对师长就不敬，这样就是师父上人所讲的，他善虽多皆伪，必不成德，譬如草木失其根本。与贤公相比，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，却着以如来法衣，表里反差之大，令自己羞愧难当。观贤公出家修道，心行始终与法相应，学道当知心是佛，修行应以戒为师，修行要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不能图供养享受，拜佛是要拜出自信，拜出清净心。上山剃度后，师父就光教俺念阿弥陀佛，教俺明白了，不要乱说，不能说，不要指手画脚。我现在100多岁了，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老佛爷是我老和尚的根呐、啊。我往生时不用人助念，我自己就去了。语言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我们能感受到他老人家道心坚固，道业已成。他老人家待人接物，面对一件件令人生烦恼的事，却做出一个个全新的答案。内心佩服老人家何以有如此超人的智慧，岂知这是老和尚那颗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的至孝之心，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大慈大悲、善巧方便，把随缘妙用、烦恼及菩提表演得淋漓尽致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在贤公身上体现出师父上人所讲，若行孝道，修德亦成。所以要想有老和尚的成就，得先学老和尚那颗圆满的孝心。莲池大师说，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，说明孝道贯穿于整个菩提路，无孝道也就无佛道可言。师父讲经中常常开示，宇宙万法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，一切众生都是自信众生，本应爱护，可惜众生迷而不知，背离自信，于中妄生分别执着，人我是非，岂或造业受报，苦不堪言。佛陀心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垂教摄化。在中国大乘佛法有四大修学纲领，孝敬、慈悲、礼智、力行，分别以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四大菩萨来代表。孝敬居首位，因为父子亲爱，天性使然。为人子把这份对父母的赤子之爱终身保持，并以此心尊敬师长，这是孝道。以地藏菩萨代表，用这颗孝心孝顺每一个众生，就是大慈大悲。以观音菩萨来代表，再以文殊菩萨的礼智为指导，以普贤菩萨的力行圆满落实，这样真正爱护孝敬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正是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
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如此之孝心与自性本心相合，是名成佛道。由此可见，以孝道圆满佛道，心地之宝藏，自性无量的智慧德相得以开显，这就是地藏菩萨表法的意义所在。所以，不论年纪有多大，出家时间有多久，没有孝道的根基不能成就，这是必须要补的课。深深感恩师父上人的慈悲教导和贤公的圆满孝德，启发弟子的良知。二，回归本性本善。永思集中有一段话给弟子印象特别深，在他老人家眼里，一切都好，没有啥不好的，见啥都说好，见啥都高兴，心里才能经常充满法喜，心里才能清净，才无烦恼，才不生气恨人，没有这好那坏之分，也没有这好吃那不好吃的啦，一切都随缘，心里就安心踏实了。这段口语化的教导是老和尚慈眼视众生，慧心观世界，使弟子感到久别重逢的亲切，仿佛回到了童年，聆听祖母的教诲。您说千声好，不说一声坏，不能说这好吃那不好吃的话，一样都好吃。弟子就想到，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人生观、世界观，源于人之初性本善的理论依据。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圆满的意思，是自信清净圆明体，美好到极点，无法形容，故曰善。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讲的自性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，一切万法由此而生，所以什么都好，无有差别。因为有这样的信念，所以才有好善好德之心和乐观的情怀。我们读来佛三圣永思集，尤其深刻感受到这一点。贤公的父亲，一位普通的农民，生活极其困窘的情况下，为维护他乡人民的财富付出生命，体现了仁人君子的风范。而贤公的母亲，在不善的事情面前教育儿子，为人要和善宽厚，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。虽然老母亲不识字，但他所教导的就是孔子所讲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行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在艰难困苦中坚韧顽强，把五个儿女养大成人，并为之奠定深厚的德行根基。记得弟子出家前做教师工作时，经历一事。一名学生小小年纪，愤世嫉俗，认为这个世间都是恶人，大人们都在搞歪门邪道，老师上课时所讲的道理方法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，所以想死。惭愧弟子上课只是照本宣科，实际上自己内心也是这么认为。现在忆起此事，深愧为人师却不能传道授业解惑，对不起师之一字。直到学佛后聆听师父教诲，才明白人之初性本善，众生本来是佛。贤公的亲切开示，仿佛是唤醒我们念念回归自性本善，当升起分别执着时，想起贤公的教导，一切都好，没有啥不好的，烦恼就慢慢的消失。自性本来具有无尽的功德，可惜迷而不知，每天在忧悲苦恼中度日，真是小人冤枉做小人。贤公的教诲如同师父上人多年的教导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顺境好，逆境也好，赞叹好，毁谤也好，也如同看到那些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的老菩萨，
不管你说啥，他们只是笑眯眯地望着你念阿弥陀佛。这是圣贤的人生态度，他使人心清净，无烦恼，不生气恨人，安心踏实，法喜充满。三，僧僧互赞，和和共修。贤公和尚为我们念佛人做了最好的榜样，他老人家的修行是得大自在，而惭愧弟子却是处事成障。老和尚自己专修净土，早年曾与擅长讲经的海默老和尚、宗门大德体光老和尚一起修行，他们和和共住，相互赞叹，最后各自都有非凡的成就，在弟子看来真是不可思议。因为我们现在遇见其他法门的同修，不是见异思迁改学他法，就是互相排斥，自赞毁他。而老和尚们相处那样和谐，为什么呢？师父上人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诠释。好多年，佛教界反对汇集本的声浪很高，有人劝说师父放弃汇集本的弘扬。师父说，这是背时叛道，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我一个人也要学。如果我们都懂得尊师重道这一规矩，各尊其师，以尊人之师，大家自然相安无事，相互赞叹，师道昌明，则佛法兴盛。海贤老和尚临终再次为我们示现，僧僧互赞，和和共住。面对净宗无量寿经汇集本遭遇非议毁谤的空前灾难，他老人家看在眼里，静待时机，终于一步结集了师父上人与各宗派大德相互赞叹的书问世，就是弘林法师主编的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》。老和尚身披袈裟，手捧法本，郑重留影，三天后随即舍报归西，此举重如千钧，他是在昭告天下，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正确的，不应该怀疑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确的，不应该怀疑。师父上人多年来的弘扬是正确的，不应该毁谤。大家要放下一己之私，要以佛法的兴旺、众生的法身慧命为考量，时时刻刻牢记祖师大德的教诲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弟子记得师父上人与马哈迪长老的谈话，世界和平要解决好四个问题，就是政党与政党团结，族群与族群团结，国家与国家团结，宗教与宗教团结。如何团结？相互赞叹，相互帮助。师父上人亲自带动，先从宗教团结开始，做出很好的示范，提出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理念，指明各宗教都要回归教育的宗旨。近日宣导各宗教编写一本360的精华手册，便于相互学习，逐步落实。这种为人着想的真诚之心与光风霁月的胸怀，就是僧赞僧意趣的延伸和圆满落实。师长前贤崇高的道德风范，逐步驱散惭愧弟子心中自私狭隘的凡夫俗念。弟子规说，见人善即思齐，纵去远以见机，见人恶即内省，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善德善行是贤护菩萨慈悲示现提息于我，我当感恩戴德，赞叹随喜。恶人恶事也是贤护菩萨慈悲示现警策于我，我当回光返照，忏悔业障。四，殊胜的念力。贤公少年时代的示现就为我们揭示出念力的秘密，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的道理，又用92年的时间
为我们指示。最殊胜的念力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世尊49年所说的法，详陈十法界因果，是遵循着是心是佛、是心作佛、心作心事的定律。最殊胜的因果是念阿弥陀佛，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光中几尊，佛中之王。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是真如自性的总名号，含摄了世尊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经教尽摄其中，最为殊胜圆满。海贤老和尚念了92年，正得理一心不乱，生前多次见佛，临终时不虚人助念，身体康健，自在往生。证明了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证明了无量寿经中世尊的教导，常念不绝则得道解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，证明回归真如本性念阿弥陀佛是捷径中之捷径。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好好念佛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并点名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这些简洁的开示是无上至宝，是修学的大总持，检验提醒学人看破放下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啥都是假的，提醒我们真看破真放下，好好念佛专心念佛，是教我们真提起真念阿弥陀佛。这两句话也就是莲公大师所开示，理明信深愿切行专持之以恒，必然如贤公所证，功纯业净妄消真显，以凡夫身一生成佛，福慧双缘，功超累劫。弟子反省自己，为什么念佛心不专，是因为还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不知道这个世界啥都是假的，被眼前假象所迷惑，不知这一切转瞬即逝，而后等待自己的是地狱苦报，所以怨不切，怨不切，心常为他念所夺，所以行不专，明白症结所在，才有入手处。学佛之后，为自己深感幸运，开叹古今中外多少人为追求真理揭开宇宙的奥秘奉献了毕生的精力，爱因斯坦也曾是多少学子理想奋斗的目标，本想利益人类，没想到却造成了无穷的祸患，落个长劫受苦的惨痛果报。没有真实的智慧是真正可悲，要是这位飞升全球的大科学家跟我们一个字不是的来佛三圣相比，那就不是自愧弗如，恐怕应该是悲喜交集，感慨万千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闻到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，净宗为难信之法，而真正相信的人有福。莲公大士说，有大福德使念佛，有贤公和尚的殊胜果报为证，真实不虚。如果不刻时用功，遇到也只是结个善缘，愈加可悲，敢不努力。五总结，贤公和尚弥陀使者为我们带来极乐世界的消息，他老人家在娑婆世界与我们度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受尽屈辱磨难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不拐弯，这是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长始不绝，传承圣教续佛慧命，临终手捧僧赞僧的法本留影，这是心大悲名有情，眼慈变受法眼，度恶趣开善门，护持净宗，则披世尊末法9000年的众生。不孝弟子谨遵恩师上人的教诲，每天熏修贤公的德范，
以其时刻汲取贤公的教诲，策立自己，因为只有今生成就，方不负贤公和尚的慈悲示教，师父上人多年的谆谆教诲，也方能四恩总报，三有其资。以上是罪障弟子义清的一点粗浅体会，谬误之处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法师大德慈悲指正，至诚顶礼感恩，阿弥陀佛。义清同学的报告，虽然早年呢做了很多错事，这个事情佛不会怪你，无量寿经佛说得很清楚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，所以佛不会怪你啊。这个过失原因很复杂啊，我们很不幸生在这个时代啊，父母没告诉我们，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，生长在农村。我们这个农村呢，是明清两代桐城派的根据地，所以虽然是乡下了，文风很深啊，小孩都读圣贤书，我们是沾了一点边缘啊。我十岁离开家乡，十一岁中日战争爆发，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啊，所以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。但是童年的时候在家乡呢，受到这个家乡传统风气的熏习，懂得孝顺父母，懂得尊师重道啊，懂得了自卑尊人啊。所以我在台湾能遇到三个老师，凭什么呢？凭那份真诚恭敬心啊。除了真诚恭敬之外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老师的爱护指导啊，把他们所知道真正东西交给我啊，我才能进佛门呢。进佛门之后，把整个人生整个生命都改过来了啊。头一个短寿啊，寿命只45岁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我这一生只生过两次病啊，45岁那一年一个月啊。第二次生病是旅行在北京，住在饭店，五洲饭店4天，啊，第四天晚上见佛了，我一生见佛就一次，啊，那一年79岁，大概是那一次寿命延长就到那里。啊，这一次见佛，我报佛恩，听佛安排。啊，佛要我住世，完全为佛法，不为自己。啊，佛要带我走，我什么牵挂都没有，现在就跟你走。啊，
第二天早晨睡醒了，病就好了。啊，我回到香港，休息两个星期，继续讲经。这个事情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把我们的生命，统统奉献给佛陀，一生佛陀替你安排，顺境逆境全是佛的安排，顺境都在考你呀，不期待你，逆境不生成慧啊，修什么呢？修平常心，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经典里面所说的，我要怎样把它落实，变成我的生活，啊，变成我的思想。我们在世上用功啊。啊，所以今年我们学习有个学习班，学习班是什么呢？就是检查我们所学的落实了多少，真的受用。啊，发现同学这些心得报告太难得了。啊，真正忏悔，真正回头好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。啊，怎样能够保住你不再退心，不再拐弯抹角？那就是一定要读经，一定要念佛。读经是明理，念佛是修定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仙公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，给我们做的证明。啊，最重要的证明，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。他在往生前两天，给他的几个护法、在身边的人说：“这几天阿弥陀佛又来了，又来找我，告诉我，叫我快一点走了。啊，这几天就要走了。”啊，他见阿弥陀佛。我估计92年，绝不少过10次。啊，早年我们远公大师，我们净宗初祖，他老人家一生4次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。闲公92年呢，至少10次以上啊！啊，特别是晚年。啊，常常接佛。啊，他是念念想往生，感应道教。啊，那佛告诉他要他表法，最后这个表法就是表生战生这个法。这个法表的是他圆满了，阿弥陀佛交给他任务，他圆满了，所以3天他就走了。他知道没有告诉人，走的当天在菜园里干了一天活，从早到晚啊，除草浇水整地，晚上走了啊，大家都没有警觉到啊，到第二天早晨做早课，早课完了之后去看老和尚，老和尚房间电灯是亮的，啊，进去一看走了，多潇洒，多自在，啊，这给我们的信号真的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阿弥陀佛真的，
念佛往生是真的。啊，经教懂不懂没关系，不碍事，就这一句的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就能把阿弥陀佛念来。啊，要生死心切。啊，我们已经出家了，舍弃所家，进了佛门。佛门里面就是怕了，怕这个家是个大家了，要起了贪念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不见道场？啊，道场见了，确实有一些人，少数。他为什么出家的？为这个道场出家的？这个家好啊，啊，比我家才殊胜多了，啊，不愁吃，不愁穿了，啊，他得到了保证了，啊，他是为这个出家的。那么念念就是念念想将来是做住持，做方丈，啊，具有这个家，这造罪业，不知道啊。将来的果报在地狱啊，我们不能不进去啊，所以我这一生也没见道场。这个道场是为了物资备，我们离开台湾，离开新加坡，他们没有依靠我，我建个道场供养他们。啊，告诉他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做不做随你。这个时代是民主，是开放，啊，谁也不能约束谁，啊，只能够劝告，不能限制，限制会结上冤仇，啊，生生世世惹麻烦，所以一定是随喜功德，你喜欢怎么样都好。我不限制你，那我们记住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在这个时代要小道场，人数不要超过20，非常有道理啊！我这一生非常羡慕的居民妙行菩萨，西方之智上所说的啊，他老人家的小道场12个人，12个人都往生，圆满功德了啊。那么我们在香港成立一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，这个是有缘分的。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1977年啊，那一年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讲楞严经啊，从此以后就是每一年我到香港讲经1个月。那时候对南洋啊，新加坡1个月，澳洲1个月啊，所以从我第一次到澳洲来讲经，那我跟澳洲有20多年的关系。啊，我是2000年移民到澳洲来的。啊，一切都随缘，从来没有攀缘过的。啊。我们的道场是居士主持的啊，我一生是依靠别人，自己没有这个福报啊。早年是韩馆长，他照顾我30年啊，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成就，所以我3个老师还要加一个护法啊。30年我的要求，每一天我能上讲台讲经，
听众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都可以。啊，我并不要求很多人听，不要求。啊，从来没有做过宣传。啊，练的千锤百炼的，30年不间断。啊，这成功。啊，大场合的活动我们没做过。啊，我的讲堂都是很小讲堂，听众顶多100多人。啊，那么从2003年开始，陈才琼去世，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。啊，24小时。都是播我讲经的光碟，录像这些东西，啊，这个影响就大了，啊，所以我已经很习惯坐在摄影棚，面对着摄影机，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人，摄影棚里没有人。好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还有很多业障。你就想到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有多少？啊，那么有人说，很多地方在挖信徒啊，把我们信徒都拉跑掉了。我说我根本就没有信徒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一个信徒都没有，他那去好啊！啊，个人有缘分的 啊，我一心就求往生净土，我不求别的。啊，我的同参道友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。不在此地啊，样样都要放得下，人最难放下的情执。出家也没办法断掉啊，这是环境帮助我们把情执放下，把名闻利养统统放下，我们菩提道场一帆风顺，所以随时可以往生啊！佛来接引，我马上跟随，我这一丝毫贪念都没有啊。那么留我在世间也表法了，我能忍辱啊，能忍呐、啊。我跟海贤一样欢喜啊，长生欢喜心啊，心里头不然这个世界。啊，世间人做善好，做不善也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六道轮回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只是三善道是做好梦、美梦，三恶道是做恶梦，啊，全是梦境呐、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呐、啊，这是讲的真透彻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！啊，我定晚年定居在香港。香港有个六合院，地方很小。啊，是一个老听众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，1977年，他一堂课没去。啊，这个侯老居士。啊，现在这是他住的家，他往生之后嘱咐他的夫人一定把这个地方供养给我，我去一看很满意，很小的房子啊，两栋房子合起来大概只有这个面积这么大啊，两栋啊，一栋400尺，英尺，
平方英尺，啊，后台湾大概是十平，啊，就是二十平地方，啊，小啊，啊，旁边还有空地，我种菜，啊，我种了四十多种不同的这个品种的菜。啊，在香港基本上我们每天招待客人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，啊，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，啊，吃得很安心。啊，旁边还有一些空地，以前搭的是小铁皮屋，现在我拆掉的时候，建成小房子。啊，大概可以住六个人。啊，所以我是很想学师尊落叶缘无比丘。啊，真正学无量寿经跟我在一起的。啊，我们住五六个人。我们有大庙，我的一生就圆满了，满足了。天天等着我生。啊，就一无所求啊！啊，设方供养的，啊，寄到银行户头的，这个我送不了了。啊，道场供养的，决定是都供养道场，供养大众，常住。啊，我是一分钱不会带走。啊，那么从银行寄来的时候，这捋一下，我现在把它做了一个基金会，慈善的基金会，香港政府批准了。啊，名称是几个居士给我拟的，是净空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。啊，所以我这个钱的时候，除了供给佛法之外，所有宗教，他们只要搞教育事业，我都会帮助他。啊，我也不晓得有多少啊，因为从来没有进过银行。啊，在这个斯里兰卡建隆西大学，啊，他们要找我做校长，不敢。啊，我什么名义都不要。我说，如果我身体很好，你们学校盖好了，我去当教授，我只教一门课，大乘无量寿经。啊，我开这门课，啊，这门课是多少时间讲完呢？一年，就照我现在这个进度。啊，一堂课两个小时，600堂。啊，一天两堂，4个小时，啊，专修专后，啊，一年讲满1200个小时，啊，我说我答应你，我只讲一年，我只来一次，啊，我也特别告诉他。戒律很重要，最好你们这个佛学院，这个大学，啊，没有学过戒律的不收，一定要先学戒律，啊，中国古时候5年学戒，啊，有这个条件，你才修，才能够入学，啊，学经、经教，啊，各宗各派的修都有课程。学贤学密，啊，因为这个就是3种语系，有汉语，就是中国语言，有藏语，巴利文，啊，3种语系，把整个佛教的时候都照顾到了，这好事情。啊，我们这么大年龄，该走了，老佛爷要慈悲呀。啊，要来接引，我天天等他来接引。
啊，所以六合院这么一个原因，啊，何老居士提供的，我也很欢喜。小地方不能发展成一个道场，啊，里面住众最多，也就五六个人，啊，十个人就太挤了。好啊，所以你就晓得，我没有大志，我没有愿望。啊，我都希望别人能成就建大道场弘法利生。啊，我这一生没这个福分。啊，我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，没有奢望。啊，希望帮助别人。啊，到这边来也如是。啊，我有很多想法，会出主意。谁去做呢？你们大家去做。啊，你们要不做，我也就不说了。一定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，不要辜负这一生无比殊胜的缘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净土是难中之难。啊，净土里头再有戒律，更说无比殊胜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